OK，Hello，校长，Hello，魏老师，好，各位家长，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同一时间，每周星期五晚上6点半参加教育贝达教育的线上教育讲座。那今天讲座的主题呢，是有关于最近各个大学颁布的一些指令吧。因为上个星期呢，很多大学就说，在今年的大学录取申请中呢，他们不会要求学生们去提交 SAT 二单科考试的成绩。那大家可能也知道，前两天 UC 大学也这个就是加州大学系列 UC 这个几所学校呢，也发布了，就是说今年申请 UC 的学生呢，不需要提交 SAT 或者是 ACT 的成绩了。那这一系列的在疫情环境下，所做的更改，对我们今年要申请的学生会有怎么样的影响？还进一步呢，会对以后就现在9年级、10年级在成绩单上，在你的简历上，在你最后的大学申请表上会有怎么样的影响？今天呢，我们会围绕这个主题，然后请到张校长和魏老师来给大家答疑解惑。那下面有请张校长和魏老师。好，谢谢于思老师，听得到我们声音吗听得到，校长。？OK，好的，谢谢。于思老师能看见我们的 PPT 吗？看不到哎。哦哦，share screen。OK，现在呢？没问题了，看得到。现在很好了。OK，好。OK，现在很清楚是吧？对的。好的，好。谢谢那个电脑前面的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哈。那今天咱们这个讲座呢，实际上是非常这个及时的，因为最近这几天哈，就这个加大的申请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了啊，然后呢，这个我们今天呢，就是我和魏老师，我们把今年就是根据飞达9个学习中心 UC 加大的申请情况，给我们的家长做一个汇报，也是想着说，那咱们今年申请的孩子和明年甚至后年申请的孩子，对吧，都会有受益的。特别有些很重要的概念，那我在前面预告一下，比如说怎么算 GPA 等等，这些 SAT、SAT 二各式各样的标化考试成绩到底该递还是不该递，到底该考还是不该考，对吧？所有学校这个规定不一定一样，陆续发出来的信息也比较混乱，所以怎么去梳理下一学年甚至下2年、3年在高中期间的这个规划，非常非常的关键。对，其实我记得魏老师，我们飞达04年成立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我记得伯克利的录取率还25%，对吧？这样就是说，四个孩子申请有一个孩子进去，对，对吧？对，那现在基本上每年都在往下降哈，那最近应该差不多跌到16%或者是17、对，十大八概左差不右，多16%左右，而对。且有些热门的专业更是竞争厉害，只有5、6%甚至更低。所以就是说，家长一定不要以为这个申请 UC、申请加大这些学校跟多年前是一样的这个状况，大不一样。对，所以我们其实给在这个电脑前面，尤其是今年申请的孩子哈，一定不能把 UC 大学当做你的保底学校了啊，是吧，魏老师？这样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是，啊。像是近几年我们发现，这个每年 UC 的申请越来越难，对，对吧？So the rising seniors, okay, this is our advice for you guys. You should not consider the UCs as your backup schools, not anymore. well, many of the campuses anyway, maybe UC Merced, UC Yeah, of Riverside course. can still serve that purpose for some students. But for the most part, even UC Irvine these days is very, very competitive and selective.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给我们叫家长孩子的一句这个忠告哈，今年一定要特别注意，而且不能只是说啊，我就最多我就选到 UC Davis，下面 UC 我就不选了，像 UC Santa Cruz 啊、Riverside 呀、这些学校都不选，结果后来呢，可能还是会让你把大很失望的。对对对。好，那我们接下来讲细节。OK。
好，那我想在这个电脑前面的家长可能都带有这个迷惑哈，尤其最近就是前天哈愚人节对吧？对，我想加大选了一个愚人节给大家开了一个不是玩笑的玩笑，对吧？就是说，他说不要求这个今年秋季申请的孩子呢不再要求 SAT 了，对吧？对呀，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引起咱们家长的一顿恐慌。那意味着是不是别的大学也就不需要 SAT 了呢？对吧？还有今年的 AP 如何考？啊，然后今天呢，大学理事会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对吧？那我想飞达的 VIP 的学生和家长应该都陆陆续续收到了我们的飞达老师给你发在自己的 VIP 小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今年 AP 考试的信息，请各位家长一定要好好的收看。啊，那就是说今年的 AP 考试改革了之后，那成绩的真实性又怎么样呢？那大学会怎么样看这45分钟的考试呢，对吧？好，然后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UC 到底怎么算他们的 GPA， 这也是刚刚魏老师所说的，我们今天有好几个概念哈，可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对是，我们也会谈，那就是孩子在高中的他叫 High School Transcript 是不是就等同于他们以后申请大学的 GPA 呢？所以就是在这个 High School 的 Transcript GPA It is the same as the college application GPA， right？ 对，好吧。如果我想今天的这个电脑前面的家长有下面四个问题，然后还有更多的问题，今天一定能找到很好的答案。是。好，那咱们今天呢，就是先花几分钟讲一讲这个 UC 加大的渊源，对吧？可能有些鲜为人知的小故事啊，魏老师可以给大家稍稍介绍一下。然后呢，我们就是像刚刚魏老师所说的啊，两个这个基本的概念一定不能模糊。第一个概念就是说最低的申请要求，对吧？我们叫 minimum application requirement， 是 versus admission criteria。对，这两个概念太重要了，因为最低申请标准是所谓入门的门槛，你没达到这个标准，根本就不能申请这个学校。所以你像 UC， 它最低标准里面就要求，比如说你的高中 official GPA 一定要 3.0 以上，哎，这个就很特别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有学生他的实际上高中的 GPA 是低于 3.0、而且还申请 UC、同时还被 UC Davis 或者 UC Irvine 都录了、是吗？对吧、对。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他的最低申请标准的 GPA是根据10年级、11年级课程计算的，但是实际上学生他的高中的 GPA 是不一定等同于这个10年级、11年级所谓 UC 标准公式计算出来的这个 GPA 的数字。是，所以就说家长一定不要把这些概念给混淆了。是，他的录取的标准绝对不是只是看这个10年级、11年级标准公式算出来这个 GPA 的。对，我想魏老师讲起 UC 加大的申请，可以讲一晚上讲不完，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就把很多的信息呢压缩在一个小时，所以捡一些重要的概念跟大家分享。那第三点呢，就是讲这个 comprehensive review factors， 这个实际上也是说，我们看见一个很大的趋势，飞达从2004年成立到现在已经16年多了啊。我们发现其实现在 UC 加大的录取也越来越靠近这个私立大学的录取，对，就是所谓的 holistic review， 就是说它比较全面的、人性化的、多方面的去考虑一个孩子的这个申请的材料，而不仅仅是只是看小孩的这个 GPA， 就是所谓SAT 的成绩考试和这个在校的成绩， 是吧，魏老师？是。对。然后呢，我们还会结合一些成功案例来给大家做一些具体的讲解，然后我们还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具体的这个admission 的这个数据。对，我们前面谈到很多这些各式各样的概念，大学的申请的要求，这个等等等等，其实最重要的一定要看这些学校录取的新生群的统计资料，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admission statistics， 对吧？它比如说 Berkeley 的新生群有各式各样的数字，这些才是我们家长应该参考的数字，不是它的这个申请最低标准。为什么？因为申请标准没有太大意义，对吧？所有申请 Berkeley 的都达得到它的最低申请标准，但是 Berkeley 现在只录 15%、16%， 所以
你光只是达到这个标准是没有竞争力。而且个别的像 STEM 这些专业的话，6%到8%要求更高。对，实际上是跟常春藤的录取率是不相上下的。是，对是是。而且我觉得非达的这些孩子的成功案例也好，还是非达收集这些数据也好呢，对于咱们在电脑前面的家长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非达从2004年创办到现在，我们帮的90%以上哈、应该都是我们叫Asian Americans， 对吧？对对对，就是而且其中很多都是华裔的、这个，对，我们就叫 Chinese Americans。对对，其实这些数据是非常有说服力的，甚至于远远就是这个说服力大于孩子自己就读的高中，对吧？我想到，因为孩子就读的高中，各个样子的这个各种这个族群人都会有，对，所以它的可比性呢，可能就会稍微差一点。是，好，下一个。OK， 好的。那我想今年在电脑前面的家长有不少是第一次来听非达的讲座，我就大概花一分钟哈，讲过一下非达的这个情况。那目前呢，非达在南加和北加有9个学习中心，北加有5个学习中心，南加有4个学习中心。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孩子是在线上做服务的，也我们有包括像芝加哥、西雅图啊、华盛顿啊，还有纽约、波士顿、德克萨斯，甚至我们还有澳大利亚。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对，各地的这些我们远程服务的孩子，而且服务的非常的好。那今年刚刚前面我们同事有分享，这些上常春藤大学的哈，也有不少是我们外州甚至外国的学生，还包括像 UC 加大的申请，我们也做了不少从国外或者外州直接申请到很好的 UC， 伯克利啊、UCLA 啊、Davis 啊，还有 Irvine 啊、San Diego 这些很好的大学。对。好，那总统一公讲呢，我们是由非达教育基金会，这也是我和魏老师在2014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非盈利机构，也是说为我们的非达的孩子打造另外一个平台。那我们的非达的孩子可以利用我们这个非盈利机构非达教育基金会，可以做公开的募捐和一些活动。那刚好在疫情期间的话呢，我们非达9个学习中心的孩子都利用我们这个非达教育基金会的名义，为当地的医院和这个消防局和警察局在募捐各种这个医疗物资。对，然后呢，所有的孩子在做这些活动中间所花的时间，非达教育基金会都会认可他的义工小时数，未来可以用它来申请美国总统义工奖。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呢是讲座的这个 webinar 的重点呢，是讲私立名校今年最新的申请趋势。是，因为现在已经也都发榜了，所以陆陆续续有各个私立大学的这个今年的最新的招生的统计资料，所以我们下个周五呢就会分享这些私立学校里面申请又跟加大的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该关注的又有哪些重点。对，其实我们觉得最好的一个申请呢，就是把加大的校区和私立大学一定要 combine， 就是合并在一起，这样的话呢才能说有这个有备而无患，是吧，魏老师？是是是，绝对不能只是仅仅考虑加大的申请，像张老师前面提到的，一定还要考虑外州的学校，特别是各式各样的私立学校，这样的话你可能涉及的面才足够广，各个层面的学校、各个种类的学校才会有足够的数目。所以他小孩的这个机会会更大，对吧？对，如果要是孩子放弃哦，只是说放到家门口，我哪也不想去，就想待在加州哈，甚至我就想待在南加州，对吧？因为我碰到这样的孩子啊，通常我跟他讲说，那这样可能不行，至少你要看一下北加州有没有学校，你要看一下 West Coast 的学校有没有合适的，或者 East Coast、Midwest 都要考虑一下哈。对，你像我们很多这个加大，像 UC Irvine 就是尔湾分校。还有 UCSD 就是加大圣地亚哥分校，以前都是被非达的孩子用作保底学校的，那今年还有包括前几年基本上是看得见进不去了。是，对，是。还有包括像这个北加的这个 UC Berkeley， 对吧？对，那也是这样子的， UCLA 就更不用提了。对呀，好，那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UC 加大系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那我就简单来说一下吧，因为要谈 UC 的这个历史的话，太久了。我记得对 Berkeley 这个在100年校庆的时候，专门还出了一本书，这个 Centennial 的 Celebration。那他整个这个书里面介绍了太多的东西，那我就简单说一下这个小小的一些故事吧。那其实加大呢，在建立校园这个第一年开始有加大呢，就是1868年 Berkeley 这个校园的成立。
那那个时候呢，加大就是 Berkeley， 所以大家提起加大，那实际上就是 Berkeley， 对，啊，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校园。那这个 Berkeley 呢，它因为是综合大学，所以它里面呢就有各式各样的学院，比如说啊，它有这个文理学院呐、啊，有工学院呐、啊，是农学院呐、啊，有教育学院，有法学院。医学院对、啊、商学院各式各样的 就是陆陆续续的对陆陆续续各式各样的学院都成立了对吧那这些学院呢越办越成功、嗯、越办规模越大是越办这个就越有自己的名气是是是有自己的影响力是所以呢慢慢的呢 Berkeley 它就从一个大学就 就分出好多分支学校来、哦、比如说 Berkeley 的农学院在1905年的时候就分出去了这一分出去呢就演变成了现在的 UC 戴维斯分校 UC Davis、哦哦、所以这实际上它的起源是 Berkeley 早期的农学院、哦、是这样那 Berkeley 的教育学院也在几年之后十几年之后、嗯、1919年的时间就演变成了今天的 UCLA, 对洛杉矶加大分校对那它的其他的比如说他的医学院就成了现在单独的这个 UC San Francisco 虽然这个不在我们列的这些学校里因为他只招研究生这个读硕士读博士的读 MD 的所以就是说是本科生不可能申请的他不在本科生校园之一但是呢实际上他以前也是 Berkeley 这个一个医学院的分校所以等等等等其实加拿大里面很多这些其他的啊。现在当然是独立的加大的校园以前也都是 Berkeley 的一部分、哦、所以 Berkeley 是大哥哥哈是下面都是分出小弟弟所以虽然近年来、这个 UCLA 的排名和他的这个可能进校的难度已经超过了 Berkeley 但毕竟 Berkeley 还是这个在整个加大系统里面的老大是特别是就是某些专业来说那一定还是比 UCLA 更有竞争力、嗯、更有这个底蕴所以也不能简单看它的排名是吧对对对你从这个你像各个方面的统计资料来说其实 Berkeley 也还是在整个加大系统里面遥遥领先的、OK 对像我们刚才说到排名对吧这个就是不同的排名对加大的每一个校园它的这个前后次序它的位置在哪里对吧大家也看得到其实不同的排名得出来的这个结果也不一样稍稍不一样对但在公立学校里面普遍的或者说在全国综合学校排名里面我们如果是根据这个美国新闻周刊和世界周刊这个就是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这个杂志来看的话那现在 UCLA 实际上是在整个加拿大里面排最前面的是仅在 Berkeley 之前是然后呢可能这个也是大家不一定啊、已经想到的然后排第三的现在已经是、啊、就是不是这个 San Diego 现在是 Santa Barbara 是 OK 这个所以然后对对对然后这个 UC、Irvine 和 UC Davis 也是紧跟着之后排第四还在这个 San Diego、UC San Diego 之前所以就说这个排名我建议家长只是仅仅供你们参考而已因为毕竟、如果是、真正选择这些学校的时候还要考虑很多排名之外的这个因素好 OK 好那我们简单的讲一下 UC 加大的历史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这个最低的申请标准的降低好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加大的录取标准也降低了呢绝对不是这样对所以我想呢就是咱们在这个4月1号今天4月3号前天的时候呢这个加大宣布说哎，今年这个 UC 哈各个 UC 不再要求申请的孩子呢提交他们的 SAT 的成绩或者 ACT 的成绩是不是那我想在这个电脑前面的孩子家长是不是如释重负哈今天要申请的时候哦是刚好我考了报我也不用再教了是不是这样子呢魏老师正好好多这个 SAT 的这个考试的机会也都被取消了所以好多家长就以为哎，那是不是刚好我们干脆就不考 SAT 年三月没有考了是吧是我五月也取消了 对, 对, 对然后六月估计也会取消是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申请最低标准的变化和他录取要求的不变可以说而且甚至说这些年来越变越难、来
进入这些加大的话，实际上它的这个录取的标准是还在提升的。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好的，那怎么我们总结看来呢，其实申请加大 UC 加大的这个最低的这个申请的标准是很低的哈，现在又再降更低了。是，它一共就四个条件。首先呢，这就是所有的这个申请的学生呢必须要满足他的 A 书机，就是有他有七个学术课，对，就是他的主修课还有七大类。我们下面会介绍他的哪七大类的这个要求。然后呢，就是还有刚刚魏老师所说的哈，最低的这个 GPA 的要求是 3.0， 对不 对？当然这个神话也是可以突破的，对吧？对，因为在飞达，我在飞达也16年了哈，其实我自己就亲自帮过，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难的疑难杂症哈。是，就说他的 GPA 肯定是低于 3.0 以下，然后甚至于他高中的 counselor 都跟他说，哎呀，你不要去试申请 UC， 你根本就不可能进， Don't waste your time on applying the UCs， Guess what？我们就不信这个邪，对，我们就指导孩子做好充分的准备。果然他 GPA 虽然低于 3.0 也进了 UC。 对，这就是我前面已经其实alluded to， 就是也提到了他算这个所谓 official GPA 的算法是有一定的公式的，那就是看10年级11年级的课程，对 A 书机的课程，对，但是呢整个高中学生的高中 GPA 是不一定跟这个四年级、十一年级就完全一样，所以就是家长不要误认为啊，他这个算这个所谓啊 official GPA 的时候是用四年级、十一年级，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九年级和十二年级的功课了。对，绝对不是这个概念。是，还有就是呢，其实还是有很多补救的措施哈，就是说如果孩子在这个九年级或甚至是十年级、十一年级 GPA 不是很理想。不小心拿了一个 C， 甚至拿了 D 和 F， 其实有可能出现的哈。我记得 对飞达就有就有过这样的案例。我记得对，十年级全 A， 九年级全 A， 十年级全 A， 十一年级两个 F， 对，出了两个 F。好，然后呢，当然我们后来也是采取了补救的措施，就这个孩子呢后来也成功的进入了加大伯克利。 对，现在估计已经工作了哈，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大公司在工作。所以那我经常听见有同事跟我讲，哎呀，张校长，好像家长老是说飞达总是帮那种特别优秀的孩子。其实我说其实家长有误会哈，我跟魏老师我们办学哈，就是16年，从04年到现在，我们是从来不挑学生的，是吧，魏老师？是，我们从来不挑学生，不像有些机构，哎呀，要看你的这个达到没有，那个达到没有，达到了就收进来，达不到他就不用，就不收这样的学生。我觉得我和魏老师在飞达16年了，哎，什么样的学生我们都收过了，对。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当然是有非常优秀的孩子啊，伯克利、UCLA、Harvard、Stanford、MIT 都有进去。其实我觉得，对于我做教育工作者来讲，我觉得能够帮到一个孩子本来没有希望进 UC。或者没有希望进一个好的 UC， 哎，最后能够进的，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的成就感远远大于那些哎，就是锦上添花哈，这个叫雪中送炭，对吧？好，当然我这句话讲的不是说，小孩子应该拿个 F 和 D 啊，就是说，对 ，Don't get me wrong，OK？、Okay? 如果孩子能够拿全 A， 为什么不拿全 A？ 对不对呀？好吧，刚前两个条件，那第三个条件就是说考试的要求。其实我跟你讲，考试在这四个条件里面是最不重要的，对吧，老师？对，这是个秘密啊。对，当然那个家长不需要跟孩子讲这些啊。其实考试其实做一个参考。对对，所以我最怕的家长有时候帮孩子做决定，就是已经考了1560，还要去补习 SAT， 非得考个1600不可，或者1610啊，没有1610啊，跟你开玩笑，对吧？其实这完全是不必要的。对，对吧？好吧，关于这个考试部分，我们后面能够继续的讲解。最后一个实际上是我觉得是能够扭转乾坤，对不对？能够翻盘的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你的个人文书 personal statement。UC 申请要写四篇文章，八个题目，每个350个字，对，其实是有难度的。是，对，是。那我们今天呢就会做重点的讲解。当然还需要更详细的指导的话，我从4月11号开始，也就是下周六会有一系列的一个五堂课的专门针对写文章，给学生有比较详细的指导。是，因为
好，行，那我们就先把最不重要的考试这部分拿来讲，好不好？魏老师，请说。好，那这个考试，对吧？我们前面提到了 ，UC 已经公布说，今年申请这波学生啊 ，SAT 和 ACT 的成绩是 optional， 也就是说，他已经把它从最低申请标准里面除掉了。所以这个就给很多家长造成困扰，很多家长也没有完全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对，那许多家长最近几天都已经打电话跟我们联系，就问，哎，那我们正好这不是五月份的考试也取消了，我们干脆就不考 SAT 不考 ACT 了。 UC 的这个政策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它录取的要求，只是把申请的最低要求这个门槛给降低了。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从来没考过 ACT 的学生，他如果软性竞争实力很高，他现在申请 UC 可能被录取的几率更大了。对，所以分母变大了是吧？对，分母变大了，更多人要跟你抢 UC 的位置了。那可想而知，本来这些标杆考试的成绩是我们华裔亚裔的这个所谓竞争优势的一部分，是现在大学把它从最低标准从门槛里面已经去掉了，你只会引来更多的跟华裔亚裔学生竞争的竞争对手，就是没有考试分数的，对，弱势群体。我是怎么样的群体我们今天就不去评判了，但是他以前是根本不够资格不能申请 UC 的，现在都可以了。是，那这样在更竞争更多人的环境下，相对来说我们如果华裔亚裔学生别的方面都跟以前一样的话，你的分数还得更高才有机会。那家长现在应该知道了吧，这个考试到底该不该考，所以是不光还得去考，还得考得更好。所以就是说家长不要就已经现在做决定，哎呦，那今年或者说以后就不用再补 SAT 了，你的 SAT ACT 的成绩还得更高你才有竞争力。所以这个就是说所有最低门槛，特别是跟素质相关的最低门槛的降低，其实对华裔亚裔学生都是非常不利的东西。一有这些政策的改变，我们这方面的分数还得更提高，要不然你的竞争力相对只会降低。看起来就是想当分子不容易哈，多半是做了分母了，对吧？呀，然后其实对于国际学生来讲哈，托福应该还是有要求的。对，虽然说这个SAT 不要求了，但是对于少部分国际学生来讲，托福还是需要考的。是，对，而且大家注意哈 ，UC 只是宣布说他不要求你提交 SAT、ACT 的成绩，并不意味着你交说他不收，对不对？ 对，所以说那今年 UC 的申请表上应该还是有地方可以填你的 SAT 和 ACT 的成绩，对吧？是是是，只是他不强调你一定要有，对，可以有，所以这个很 misleading 哈，因为我们中国家长的时候因为语言文化的不同哈，就会误解为啊，他是不是我 SAT 都不能，这个成绩都交不进去了，没法交了？不是这个样子的哈。对，他的 UC 的网站这个网申的申请表上，肯定还会有一栏让你填 SAT、ACT 的成绩，甚至 SAT 二的成绩，对吧？是。像 SAT 二的成绩当年取消，也是引起五年前就已经取消了，对，也是引起了很多家长的误会，认为说啊 ，SAT 二不重要，可以不考了。对吧？呀，其实这也是一个迷思，对吧？应该看大家看最后一栏哈 ，SAT two 的 subject test， 其实是 recommendation vary by campus and major， 就是说取决于你申请什么样的专业，也取决于你申请哪一个 campus， 是，对吧？你可能申请 Massai 或者 Riverside， 那可是不需要考这个工科专业，你不考也可以。但是我跟你说，你若是想申请 Berkeley 的工科的专业，你没有物理和数学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数学和相关的这个理科或者工科方面的这个。而且魏老师，我觉得不仅仅是对 Berkeley 而言吧，其实像 UCLA、UC Irvine、UC Davis、UC San Diego， 像这种，就是除了 Massad 可能Riverside 可能你不需要考这个 subject test。如果你要学理工科、学 STEM 的话，哈，对，其实如果你想竞争其他的这些 UC campus， 我们建议你还是老老实实乖乖的去考吧。对。对，唯一不同的 ，OK， 这个就是又根据学校的不一样，又不一样，对吧？所以下个礼拜我们讲私立学校的时候，大家也要关注了，因为为什么呢？前几天 MIT 麻省理工就公布，他今年是不准许任何学生提供 SAT 二单科科目的考试，所以这个跟这个从最低标准里面取消还概念不一样，
他现在等于说把这一栏目整个取消了，所以就说这个实际上是对成绩好已经有三门四门五门甚至八百分的学生是非常不利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就算有那么多八百分，现在是没有地方提交了，对，你今年申请麻省理工你就不能呈现你 SAT 单科科目的考试成绩。那从什么地方呈现出来呢？下个礼拜再说。我今天只是简单说一下，因为这个对四二零学生还是有必要的。为什么？相对这个分数的减低，你十二年级的在校学习记录有没有竞争力就更重要了。因为你申请这些私立学校，他如果都不看单科科目的考试成绩，那你这些单科科目的考啊，本身在学校的成绩和相应的 AP 考试的成绩相对来说就更重要了。好，我们接着来说，很快的说一下，刚刚前面也说这个申请的这个最低的标准，对吧？然后第一项就是包括主修课分七大类，对吧？那第一大类呢，就是历史和社会科学方面，它要求的是至少两年，对吧？至少两年以上。英文呢是至少四年以上，因为有一些中国大陆来的这个新移民的孩子呢，可能在学校学 ELD， 就是说啊，对吧？一定要注意哈，因为如果你还在 ELD 的时候呢，你只能算一年的英文，对吧？而且是在这个 Advanced ELD， 就是高级的 ELD 的课程才能够算一年的英文，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算孩子的 ASUG 的这个 GPA 的时候。那数学的话呢，是要求有三年，就是至少有三年，必须要包括这个几何这一课在里头。对，而且这个就是说它是三年，是又是这个概念，是最低申请标准。所以家长一定不要忘了，你如果是想学理工科的学生，你说哇，他既然要学三年，我十二年级就不上数学课了，非常非常错误的决定。对，其实魏老师讲的这个也 apply to 所有的这七个七大类的学科，不仅仅是数学，因为这也是很多中国家长来到美国不适应的地方。其实美国这些大学的申请呢，他只告诉你最低的申请标准，他从来不告诉你他的录取标准。 对， 对，这个东西就很麻烦了。对，这个就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游戏，对不 对， 对，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对手或者隔壁家的那个小男孩，隔壁家那个小女孩，他上了多少课。但是总的概念就是说，一定不能只是冲着申请最低标准去努力，那肯定是没有竞争力。所以这绝对是一个迷思。那后面呢，我们会有更多的详细的解释，慢慢的下面的几辆我就不重点讲了。 我讲一下这个 science 好了，就是 D ABC 第四大类，就是叫科学部分。科学部分呢，它也是说最低要求是两年啊。那他们比较 prefer 说生物和化学，对吧？或者加一个物理。其实物理在整个高中的排课里边是比较受排挤的，对吧？魏老师，我感觉是这样子。对，因为大家开始的比较晚一点，对，所以就没有太多时间去上物理课了。对，那而且物理呢，相反又是相对于生物和化学课程最多的一个科目。为什么？它也有高中程度的物理或者 honors 物理，这都是高中程度的课程。对，然后呢还有 AP 物理一、 AP 物理二、 AP 物理 C 力学、 AP 物理 C 电磁学，所以一共有这么多的课可以上，那你怎么去排课其实是很有学问。 对， 对，好，行。那外语的话呢，那我想可能中国家长最喜欢的孩子学中文，对吧？那其实我们不是鼓励，就是说把中文一定要作为自己的外语。当然说，如果帮孩子节省时间的话，其实doesn't hurt， 就是说也可以作为一个选择。总的来说，学中文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语言，将来也是很有用的。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但就是在美国整个升学的这条路上，中文是没有任何竞争力的。是。好，那接下来还有艺术啊，还有那些基本上就是说大家都要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回答的每一个 VIP 的孩子可以跟他的 counselor 再去一一的这个去了解。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说这个 UC 的 GPA 到底是怎么算的啊。我想这也是很多让家长迷惑的地方，是不 是， 是， 是好的，那我们先算一下，就是说呢，刚刚魏老师有说 UC 也好，加大和加州州立大学哈，都是说他只 count 你十年级和十一年级的这个 ASUG， 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七大类的主修课的成绩。学校上的什么 health 啊、健康啊、什么体育啊，那个是不算在里头的，对吧？呀，好，那怎么样来定义十年级和十一年级呢？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说孩子在九年级的暑假上的课就可以计入十年级了。对，因为这个信息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想
把孩子这个 UC 申请 UC 的竞争力提高的话，现在在电脑前面九年级的家长就一定要注意了。那他今年他现在上九年级，他现在马上面临这个暑假的学分课就可以算作十年级了。 对，所以说现在这个 coronavirus 孩子宅在家里的话呢，一定要给他想想有没有一些学分课给他上，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带着学分进入他的十年级。是，对。好，那十一年级结束了之后的那个暑假还是进入十一年级，对吧？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电脑前面十一年级的家长要需要考虑的问题，对吧？对。那十一年级现在第二学期的成绩估计是打水漂了，是吧？是。大学也 不算哈。那接下来他十二年级上学期的成绩就变得更重要了，对，对吧？所以那怎么样把他的这个最后的一个机会能够 stand out， 就是十二年级上学期的 GPA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竞争力的提升，对吧？是。那魏老师会有一些这个建议。好，那第二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希望魏老师多讲几句，就是说，因为很多家长说，哎，我上那么多 honor 课 AP 课有什么用呢？因为 UC 到最后他只算我们八个 semester， 也就是说两年四门课的这个 honor 荣誉课程和 AP 课程来算了他 UC 的 GPA 里头去，我干嘛要上那么多 honor 课和荣誉课程？这就是我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很多家长以为加大在审核学生资料的时候只看四年级和十一年级的学习成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谓的 official UC GPA 是根据这个公式来算的，那这个公式里面呢不光是这一步，还包括这个第二点，就是说它只准许你算四门课或者以下的数目的课程是加分的课程。对，那就是说不管你十年级十一年级，你甚至十年级五门 AP 课十一年级五门 AP 课，对吧？只要你能够上得了那么多在学校可以拿或者在校外上的，是不管是什么情况，你就算上两年十门 AP 的课程，你也只能把其中的四门算进去，在算这个 official GPA 的时候算进去。对，对吧？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误区，很多家长就错误的以为，哎，那我其他上的那些都是白上的，反正不算分的。对吧？其实不是个概念，我前面已经稍稍提到了，我现在再第二次慎重的强调一遍，这个所谓的 official GPA 不是任何 UC 校园拿来审核学生资料来比较学生到底学习好坏，学生学员之间比 GPA 的时候用来的算分的 GPA， 要不然大家都是 4.33， 是，对，你这样一看不在四门功课，对吧？那些优秀的学生他的优势根本就体现不出来了，而且 UC 那你看一看他的新生的统计资料也就知道是不可能得出来那些统计数字的。为什么？我举个例子来说，后面还有更详细的这个解释啊。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伯克利的工学院的去年平均 GPA 成绩是 4.55， 哎，这怎么算出来的？对啊，你刚刚根据这个四门课算了，是啊，他如果只看十年级十一年级的 GPA， 他在招生的过程当中是没办法区分学生的，因为绝大多数学生都会 max 到，都会变成 4.33， 那他怎么去选？所以就是说他真正在审核学生资料在招生的过程当中，他是不看这个所谓 official GPA number 的， OK， 他是要看你整个的 A 书机的课加上所有的 weighted class， 你这个 weighted GPA 到底是多少， OK。 所以那 Berkeley 整个工学院的平均 GPA 就已经到了 4.55， 实际上这个我上面没显示这个数字，因为家长可能都会吓到，他的这个 WECS 的竞争更厉害， 6% 的录取率，这一波学生的平均 GPA 已经在 4.63 还是 4.64 了， OK， 已经比 4.6 还多了。所以那是什么个概念？也就是说你在高中期间你的 weighted class， 对吧， 4.66 什么概念？是你的所有的功课里面三分之二的课是 weighted class， 而且你还是全 A， 你才有可能到 4.66。OK， 这个是因为所有的这个分数是从4到5嘛，你如果加上了这个 weighted class， 那4到5 4.66 是三分之二，那也就是说你高中期间有三分之二都是 weighted class， 而且还是全 A，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家长一定不要误认为这个 GPA 只是涉及到10年级11年级到4门 weighted 课就打止了，
绝对不是这个概念。这个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你的所谓 GPA 你要先算一算，根据这个公式算出来的 GPA 不到 3.0 的话，你是没有资格申请 UC 加大任何校园的。所以这个跟你整个高中和所有 SUG 的课最后 weighted GPA 是多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是两码事。所以家长一定不要把这两个观念给混淆起来。好，这个是之一。除了 GPA 以外， UC 还看其他的很多学术指标，那我们后面会跟家长详细的分享。现在回到我们这个正常的这个 要解释的部分。所以就说这个整个招生的录取学生的这个标准，其实这么多年来不光没有降低，还反而更严格更高了，就是更多元化了吧。是，对对，啊，对，这个其实像我们在上周的讲座里边稍稍提了一句哈，就是这个 ACAI 这个对亚裔有歧视的这个录取的标准。对，这个就是说如果家长多年来一直关注这个教育界的各个大的动向的话，应该2014年就知道了，因为那个时候加州的这个 被民主党把持的众院就提出来这个 SCA5 的法案，就是要控制整个加大系统亚裔学生的总人数，要把它压到10%几。我们都知道现在几乎所有加大的校园亚裔人数都超过40%。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利的一个法案，他用通过法律的手段要 严格控制，或者说把华裔这个亚裔的这个学生比例要控制在14%以下的话，那我们会丧失 so many， 对吧？太多太多的这个进这些好的 UC 加大受教育的机会。那现在这个 SCA5 演变成了 ACA5 重新卷土而来，所以我也是就是今天这个只是我们谈加大招生的情况的一个所谓 side note， 但是家长一定要 pay attention。 我们平时鼓励华裔学生多参加这个社区的活动，多参加这些所谓跟我们的权限有关的政治方面的活动是非常有必要的，家长也要参加。对，要争取投票，一定要投票，一定要在这个今年又是大选年 ，OK， 我再次强调，家长一定要去投票，要去参与。你不一定参政，但是一定要参与，因为你不参与这些这些所谓选举啊等等这些很重要的活动的话，你选出来的这些所谓能够代表我们这个声音的这些政客，根本就不是华人亚裔选出来的。他们绝对不会代表我们的声音，所以推出来这些法案也都是对华人对亚裔非常不利的一些法案。而且中国人的投票率一直就最低的，是吧？低于30%。对，其他的族裔像韩国人啊、日本人啊、印度人啊，投票率都比我们高很多。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自己要反省的一件事情，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好，好。那刚刚魏老师有提到说这个因为 UC 今年不要求这个 SAT 的成绩了， SAT2 本来就没有要求，对吧？对。那是不是意味着 UC 以后也会变成 test optional？ 很可能。又加上这个 ACA 什么ACA9 这个对政策的影响。对 对。所以就是说总的来说如果我们讨论了这么多，家长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的话，很好。如果还没意识到的话，其实学生在学校的 GPA 和在学校的学习成绩的记录相对来说也更重要了。对，因为他标化考试的取消只会让这些大学更关注学生在学校的学习成绩的学习记录。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在目前整个春季的这个学习记录整个都忽略不计的话，特别针对现在11年级的学生，对吧？马上秋后要申请了，那一定得把12年级的学习记录给提升，让自己更有竞争力。那怎么去提高12年级的学术竞争力？当然是更多更挑战的 AP 的课程。那稍会我也会稍稍解释一下，到底该怎么去操作这件事情。好，对，那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有歧视性的法案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客观的一个困难，就是因为加州的这个经费一直不足，对吧？是。所以这个大学校园也很缺钱。对。所以没有办法呢，那他们就
降低标准来收外州和外国的学生，对吧？我们这几年看得太清楚了，尤其是今年哈，就是同等条件下，那咱们本州的居民的孩子哈，录取的这个结果远远不如外国和外州的孩子。是，而且呢，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很多家长说，哎，不是法案都规定该怎么去操作？那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加州的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在他这个 official GPA 看十年级、十一年级这个GPA 算出来以后，一定要高于 3.0， 没到 3.0 的你是不够资格，不能申请。那外州的学生和国际生呢，本来这个要求是更高的，要 3.4， OK， 那实际上还不是高一点点，还高不少，对吧？但实际上 UC 加大这些校园是怎么操作的呢？啊，我这里面每一个图表我就不详细的一一去解释它里面的数字了，大家可能很形象的可以看到的是右上角的这个图案，对吧？那这个 bar chart 里面大家看到有一部分是红色的，对吧？红色的这一部分代表什么？你看之前的很多年这部分其实都可以被忽略不计，很小很小，对吧？那这部分代表什么呢？代表是任何学术指标被招进来的外州和国际生比加州的学生还要低的那部分的学生，也就是说他同样的校园招同样的专业，可能一个外州生和加州的高中生比，外州生、国际生的学习成绩、考试的分数等等等等，所有的学术指标，还不是说其中一项哦，是所有能够被数字代表的学术指标，它全部都比加州这边招进来的学生要低。OK， 所以这个就是完全被违背这个我们所知道的这些法案的规定，对吧？对外州国际生实际上要求学术指标更高。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就是双重标准。 对，所以实际上他招进来这些外州生，这个所谓啊，所有学术指标比加州的学生还低的部分是这个红色显示出来的，所以大家一看近三年来这个红色的这部分越来越多，而且增长的比例是非常之大的，对吧？像三年前跟四年前相比，这部分的学生增长了400多%。400多%这个百分比，所以是4倍多的这个增长。所以为什么说湾区的孩子进伯克利越来越难，对吧？所以你的这个学习成绩的学习记录要越来越高才有希望。是南加的孩子进 UCLA 越来越难，甚至像尔湾也不能容易了啊。所以就是说，当这个标准化考试越来越不重要的时候呢，大家的 GPA 就是高中的成绩就更重要了。是。那这就是我们分享一下，对吧？这个学校的这个 freshman class， 我刚才说了，你看最低标准，朝那些数字去看齐是没有意义的，对吧？你看齐的是什么？是新生群的统计资料。那我们这看得出来，这个 GPA 高的这部分在 Berkeley 校园，比如说它是占绝对优势的 ，OK， 就是说超过四分之一是哦，不，这还不是超过四分之一，它是超过75%的新生群是这个 GPA 是所谓的什么？我这个数字都太小，看不清楚了，4.0以上的 OK， 它的这个所谓刚才张老师说的25%是它的录取率在25%，那前面这些GPA 稍稍低一点的不是4.0以上的录取率，一般都在1%、2%，甚至就是 single digits OK， 所以这个悬殊蛮大的。那我这又分享的这个图上面显示的是什么呢？第一是 A 数 G 的 course count， 也是张老师前面提到的这些主要的学术课的 Berkeley 看什么，对吧？家长一定不要在这个误区里面栽跟头，以为他只看四年级、十一年级，没有，7年级开始已经上的高中的 A 数 G 的课，全部他都要看，他看你有多少门。那么我们这一看就知道了，对吧？你看50门以上的，它的录取率是47.7%，是高于 Berkeley 的平均录取率。30门以下的是6%录取率。那这个是藤校的录取率有这么难哦 ？OK， 这个我说的50门是应该是50个 semester， 也就是说它一共有25门课是这个所谓 A 数 G 的课程。对，那底下呢是 weighted class， 也就是说 AP 啊、Honor 这些课，大家看也是一样，对吧？这个有15门以上 AP 课等等这些课程的21.9%的录取率，对吧？只有5门或者以下的只有3.8%的录取率。对，
那这个悬殊是蛮大的，所以家长一定，我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一定不能只是紧紧盯着这个实验去实验。所以，瑞老师那加大的这个信息有时候很误导的哈。就如果我们家长傻乎乎的说啊，我只要上五门或者四门就够了，哎，就够了，那你就掉到这儿了。对，对吧？因为你的录取的机会只有3.8%。对，而且就是大家看一看申请 Berkeley 去年的，它后面有这个具体的人数，对吧？这样的学生一共才3797人申请。哎，我跟你说，这里面其实还包括很多 Berkeley 追着要的这些体育特长生，所以你把那波人去掉，几乎是没有这样的人申请 Berkeley 加大。那我想说，很因为家长一个名词，为什么7年级都算进去了？那是不是说这个课程的规划从7年级就要开始了？因为很多我知道，因为你的数学课、外语课等等，高中可以在初中修的课，其实都可以在7年级开始修了。对，因为很多家长他来北大做规划，已经都9年级、10年级，他说：“哎呀，会不会太早了？”嗯，啊，我想那家长看完这个数据就知道了，如果你7年级还没有开始的话，你已经太晚了。至少比别人7年级开始的学生会晚一年、2年甚至3年。对，所以就说。今天在这个电脑前面，如果有初中的家长哈，就真的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就是说，如果孩子现在初中的话，一定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是是，好，那我们看下一页。哦，好，那这一页的话，来，魏老师说，这也是最新的数据啊，对 GPA 的要求和。对，我们刚才谈的，比如说 Berkeley 的这个工学院的 GPA 对吧，4.55，你看 Berkeley 所有的学生的新生群的平均 GPA 也有。4.24 OK， 所以那这个绝对不是说你只看10年级、11年级就算得出来这么好、这么高的 GPA 的。是。那 Berkeley 是这样，其实 UCLA 的更高，所以为什么他近年来的排名也更牛？他已经到了 4.27， 所以比 Berkeley 的要求还高。为什么？他申请的人更多。你不用看上面那种东西，你就看下面的 East Riverside 吧，差不多已经3.92了。对，差不多4.0了，对不对？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电脑前面的家长哈，如果孩子现在 GPA 还不到4.0的话，你们可以把这个表给他看，看看自己要上哪个预习就好了，什么也不用说了，他也不用现在疫情期间天天睡到中午才起来。对对 对, 对，这个太重要的一个概念。那怎么去提升学生的学术竞争力？我们又回到了，虽然现在就算是十一年级学生，今年秋天就要申请了，这个12年级的功课的安排一样的很重要。好，刚刚已经讲过这一块。对对对，那我们这个就不再重复了。总的来说，就是家长一定不要忘了这个所谓他的正式的算学生 GPA， 就是说符不符合最低申请要求的是4年级、11年级，然后4门 weighted class。但是他真正审核学生资料，看要不要录的时候，他是90、11、12都看，甚至7年级、8年级的 ASUG 课都是算在里面。好，那下面呢，我们讲时间不多了，我还是要快一点哈。好，就是这个，就成绩单 GPA 怎么算的事情啊，因为很多家长都很困扰，就刚刚说的，哎 ，GPA 不就是孩子高中对吧？然后每个学期有一个成绩单拿过来，我们看就好了嘛，对吧？呀，对。其实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大学申请的 GPA 跟孩子在高中的 GPA 有什么不同？Well， 很简单，学生高中的 GPA 就是他高中成绩单的 GPA。申请大学的 GPA， 所谓 college application GPA 是什么呢？是除了他学校成绩单以外，他所有高中期间任何成绩单 community college 成绩单，在别的高校上课的成绩单，在 Johns Hopkins online CTY 上课的成绩单，在飞达的上的学分课的成绩单等等等等，他高中期间所有的成绩单汇总到大学那，大学要重新算他的 GPA 的。所以就是家长一定不要盲目的以为他高中的学校成绩单就是他将来申请大学的成绩单，不是，是所有学生成绩单的总和的 GPA 的。 那是不是反过来说，如果要是孩子他只是依赖于他高中的成绩单，他是没有竞争力的，是，就是他一定要利用各种其他的资源，对，能够 go beyond 这个学校能 offer 给他的这些课程，对吧？能够体现出他不一样的这个追求。是，所以这个上面就是我们刚才谈的这些概念了。那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这上面能够做的所有的都要考虑，一个不要漏掉。那总的来说，就是要利用校外的资源，多上一些挑战的 AP 课，这样你的 GPA 就会更有竞争力。那针对现在
十一年级学生今年秋天他十二年级学习记录如果能够增加一两门 AP 的课的话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十一年级春天的会不会忽略不计。那现在十年级马上要升十一年级的学生其实也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明年十一年级的学习记录又会是他最重要的一年，那在今年春天忽略不计的情况下，明年十一年级相对就更重要了。那他如果在十一年级学年期间能够有加分的学分课的话，也是非常有用的。刚刚我们前面讲说现在九年级的，对吧？对对，因为他也要往前学，就是九年级的暑假是算作十一年级的。是是是。好的，好，那我们 GPA 前面就因为时间关系就讲这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讲一点，前面有点 depressing 哈，那后面我们讲比较振奋人心的话，就是说他的这个所谓的 holistic review， 就他全面的考核一个孩子的标准，而不今天只是看他的成绩。对亚裔孩子怎么样来发挥一个优势，好不好？魏老师来介绍一下。对，那这个左边的这些所谓学术方的这些东西我就 不提了，对吧？那除了 GPA 以外还有一堆的其他的指标 UC 要审核的。那右边的这些呢，就是、软性，实际上对这些软性的竞争力就非常非常重要，对吧？那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不一一去详细的解释了，大家都看得到，那也可以就是说之后如果有问题针对这每一样都可以再跟飞达的学习中心联系。那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学生的个性也好，活动能力也好，各个方面他的思想境界也好等等，很多软性的竞争素质 就包括在这一方面，还是有可以翻盘的机会，对吧？对，绝对是这个样子。好的，所以两个案例张老师分享一下。好的好的，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也是今年的这个一个 surprise 啊，跌破眼镜的案例。那这个孩子呢，他大家看 SAT 多少分？1110。如果他都不答的话，考多少分？不答的话，可以也考八九百分吧。哦，差不多六百分左右。是是是是是这样。好，然后 GPA 呢是两个 C， 嗯啊，然后呢十五个 B。哇，那是非常多的了。对、啊、对， 对， 对， 对，因为有时候两三个 B 家长就已经很紧张了。是是这样，但是呢，他居然很成功的被 UC Davis 录取了。对，对吧？就在他的活动和领导力方面，对，有出彩。当然还有文书，是文书是很关键的。对，你有活动，有这些很好的软性的竞争优势，但是文书里面没把他们体现出来，那一样也不会被学校考虑。因为我前面提到 UC 是没有老师推荐信，没有面试的，那他没有别的渠道。只是读你的文书都没读出这些东西来的话，那学生就非常的吃亏了，本来是很有竞争力的，结果没能够好好的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最后这临门一脚大学申请的这道工序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学生的这个备录。我还记得这个孩子那个时候在填 UC 申请表的时候，哇，我们飞达的所有团队的很多人都参与了哈，因为大家知道这个UC 今年的这个活动这个填表也是非常非常的改革非常的大。其实大家有个误会，认为说 UC 的文章就是那四篇哈，就是四篇文章每一个350个字。其实在如果把它课外活动的描述这一块加上的话，等于又多出来了3000字的文章。是，对，是，因为这个 UC 的这个活动这一块它给你的机会是20个填空你可以去填。而且20个填空里边呢，每一个差不多要写这个50-60字，有时候100个字的一个描述。对，所以夯当当全部加起来，大概又多了一个3000字的文书。所以当时就是，如果对一个孩子来讲，他自己第一次申请大学，对不对？他肯定是有一点措手不及的。还好我们整个飞达的团队，包括我们的 class manager， 我们的 cap manager， 还有我们的这个文书老师和我们的 counselor， 对，因为我们一个孩子是3个人服务的。对。对，然后做的都很不错，包括的文书我们最后呢也是这个做的非常的这个好。是，今年这个课外活动这方面的这个所谓 UC 的变化实际上是蛮大的，因为以前你只能简单的描述一下活动。对，今年他给你专门的篇幅描述这个团，这个所谓社团或者说这一个机构它本身是在做什么，然后又单独的你自己又具体做了些什么，你从中又学到了什么等等等等，就是说可以写很多的东西，所以实际上又成了短文的这个写作。对，其实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今年申请 UC 的这个孩子们哈，家长你们特别的要注意，就是说提醒孩子不仅是要注意文书的写作，那四篇文书的写作，他课外活动的填写其实跟活动跟这个文书写作实际上是一样的，同等的重要，对吧？好，
那下一个孩子呢，我也是跟大家看一下他的这个标准化考试也不是很高，大概对肯定是不到1500的，对1400多，我没记错了，对1300-1400左右。然后呢成绩呢也是有10个 B， 然后呢一大堆的 A minus， 对16个 A minus， 但是也是被 UC Berkeley 录取了，是吧？所以一样的也是活动方面出彩，他的活动还有他的这个文书4篇，而且这个8个作文文书题目里边选4个作文来写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一件事情。我想这也是魏老师在4月11号给大家上这个 UC 文章写作的这个课会重点要介绍的。是，对，最好的选择就这4篇文章互相之间要相互的呼应，而不是互相的有这个重复，对吧？魏老师来讲。是，那说起这个文章，对吧？刚才张老师说了8个题目，我就把8个题目都大概列了一下。那怎么去在这8个题目里面选择4个最合适的题目来写自己的申请文书啊，本身就是很有学问的。当然你4个题目决定了以后怎么又去选材，对吧？第一要懂得这个题目的真正含义，然后读题之后怎么去选材合适的内容去回答这些题目，都是非常有讲究的。所以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下一阶段的这个系列课程里面，我会专门针对这些问题给学生有详细的指导。对，所以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我们就不再多讲了哈。就是飞达现在有9个学习中心，然后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所以我们所有的 AP 学分课实际上是线上提供的。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孩子们非常有福气，因为这样的话飞达就可以动用我们9个学习中心各科的最牛的最大牛的这个王牌老师来给孩子上各科的课，包括像魏老师介绍。而且就说学生也不用担心，就是以前比如说你住在 Cupertino 附近，那只能 Cupertino 上的课，可能3堂课、4堂课、5堂课你可以有选择。现在是所有飞达开的所有这些 AP 学分班18-19门的各式各样的课程你都可以选择。教课的老师可能是我们 San Diego 学习中心的，没关系，你住 Cupertino 也一样可以上这门课。所以就说下一步的考虑就是特别11年级和10年级的学生，你明年这个学年能够上1-2门 AP 的课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事情。那怎么去操作这件事情，对吧？我这已经公布了学分这个课的课表，家长如果已经 pay attention 注意到的话，一看哇，5月19号就可以上课。为什么？学生现在都在家里没有那么多事情干，时间一大把。那将来暑假期间也会是一样，所以就说我们所有这个今年秋天要开课的学分课，我们实际上会利用暑假的时间把课程的主要内容全部都已经完成。所以每一堂课或者是2、4、6或者是3、5天，下午4点钟有一堂课，6点钟有一堂课，每个礼拜3次，每一次2个小时。所以等到暑假结束你这堂课已经完成了，哎，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安排。为什么？你12年级的学年的整个学业成绩记录有加深，你多上了2门甚至更多的 AP 的课，这是非常非常挑战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学会非常的认可，对吧？特别有今年疫情的这个事情，你还能够接着来挑战自己对前面这个损失掉的一定的学习时间有所弥补，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同时又不耽误你12年级真正学年期间的时间，对吧？整个秋天你还是可以照样的顾及学校的功课、活动和大学申请这个重要的事情，所以又提升你的竞争力，又不耽误时间，对，又把这个暑假大把的时间好好的利用了起来，是非常有利的一件事情。有兴趣的这个家长可以咨询我们飞达的老师。好，下一个。好的，那刚刚前面我们讲了一大堆的这些哈，就是GPA 啊 SAT 考试啊等等等等的，当最后有谈到这个翻盘的机会就是你的课外活动。那现在好了，大家都宅在家里怎么去做活动，好吧？那我下面就介绍一些飞达的孩子现在今天正在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是非常让人激动让人振奋的。那就是今天呢，我们 Fremont 的这个尹军老师带着我们 Fremont 的学生和家长到 Washington Hospital 医院去捐献献爱心。然后呢，这个Fremont 的市长和市议员也还有这个医院的这个主任也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小型的这个接受的仪式。
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不仅仅是说这些孩子做了一点点义工，而且让我们的主流，对吧，白人社区看到说我们亚裔孩子不，咱们不仅仅是学习好功课会考试，咱们也很关心社区，咱们自觉自动的来做这些捐赠活动，也能够改写这个主流的这个主流的这个人群对咱们亚裔的一些偏见。对，这也是我前面其实上次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做讲座的时候就提到的一点，对吧，这个 Dr. Oz， 那这属于美国主流社会的很有名的这个名医，对吧，现在也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做教授，那他就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对吧，他说虽然这个目前的疫情是很负面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儿子因为哈佛大学也现在都关门休学了嘛，所以他儿子从哈佛回去以后，他说哎，作为爸爸的他都觉得他儿子现在更关注他人，关注社会，因为疫情的这件事情，他说如果年轻人都变得能够更能够将来为国家为人类做出更好的更大的贡献的话，哎，那这也是这个疫情很负面的一件事情里面的所谓 silver lining， 对吧，那希望啊，我们所有华裔的学生也一样，一定要在目前这种很负面的环境里面力所能及的多做一点这个所谓对社会对社区有用的好事。 对，就是 VIP 的孩子呢，如果你们有任何想法的话，然后呢你们都可以跟自己的 counselor 也可以跟我联系，微信，我的微信可以经常回复的，然后我们会很愿意帮孩子去设计一些独特的一些活动。那上面那个小微信的上面也就是说，有的孩子他有能力，对吧，可以教编程，对吧，可以教设计什么的，那他们现在也是在开网课，然后收取很小的费用，然后这个费用呢拿去购买这些医院需要的物资，以这种方式来贡献这个社区和社会，我们觉得也是非常值得表扬的。而且现在飞达我很骄傲的说，九个学习中心的主任和带着我们的学生和家长都在做这个事情，而且我们都是跟当地的市政府在合作，像 Urban 的话，我们跟 Orange County 和 Urban 的这个Police Department Urban PD，对吧，还有像 Travelli 啊 Cupertino 的学区委员啊，还有这个 Arcadia 的市长 San Ramon 的市长啊， San Marino 的市长啊，对， San Ramon 的市长和 Pleasanton， 我们都有在做这样的活动，就是让这些孩子感觉到说哎，很有仪式感，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尽小小的力量但是有一个大的 impact。 对，下一个，好吧，那这个呢我也想给大家花一分钟介绍一下哈。对，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飞达今年冬天去湖南的那个 P2P 做煤茶的项目，我们那边有去年冬天，对。那当时呢，我们的孩子呢，就是我们在村里边就租了2.5亩的地。那最近呢，这个是从村里边发来的这个照片。我当时我们的孩子出大力流大汗哈，把这块地能够清理干净。然后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村里的村民呢，已经在开始播种，已经开始发芽。对，煤茶已经开始长这个绿芽了。对对，而且我现在放了几个孩子照片呢，对，领头的这一位叫 Daniel， 然后呢他已经带着去年冬天有去过村里的孩子在帮村民做一个煤茶的网站。对对，能够说千里就是能够继续把这个项目能做下 去，而不是说只是去那边两个礼拜然后就什么都不做了，就是拿一拱小时数。 对，我非常的感动，因为 Daniel 的这个牵头做这个事情，还有 Carol， 他们也都是才9年级和10年级的孩子，有11年级的孩子。那参与这个项目的孩子是来自于各个地方，还有澳大利亚的，像 Emily，对，她也是冬天有去。然后我们就是很高兴的看到说，哎，孩子能够把这个事情持续的做下去。对，当然说别的孩子如果有兴趣参与这个项目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飞达的老师联系，对吧？网站的设计啊，包括这个文字啊，编辑啊，各个方面都是需要很多的帮助的。对，其实对小朋友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学习的机会。 对，反正宅在家里吧，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对，好吧，那这个呢我一次上次有介绍过，也是去过这个宁夏的这个 Alex Sang， 也是现在我们 Fremont 的11年级的孩子。对，然后他自己呢就是和圣地亚哥的 Sean 他们合作，在飞达的一个资深的顾问叫 Dr. Irene。 对，他也是很有名的作家，也出版了很多画册，在老师的指导下呢，他自己的作品也见识了，这也是他算是在疫情期间做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项目。对，而且就是说他这个也录了一个短短的视频，我们今天在这儿因为技术和时间关系就可能就不放了，那么我们之后会把链接发在群里面，那家长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对，他也在这个募捐是吧，这个书。对，他把卖书的所有这个钱他和项目他们都会
捐赠给疫情期间需要各式各样设备和这些物资的医院啊等等，老人院啊等等这样一些机构。好的，那最后呢，我想给在这个电脑前面的每一个孩子哈发出邀请，就是说刚才魏老师所说这个 silver lining，就是说我们每不管是大人哈，我作为老师哈，作为家长，当然更重要是孩子们，这个事情已经是远远超乎一个种族一个地方的界限。那我们也是说每一个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想一想，我们 self reflection， 对，然后我们想邀请飞达的孩子参加这么一个多媒体的大赛，叫 COVID-19， 然后题目呢，这个竞赛的这个大赛的题目就叫 Silver Lining in COVID-19 Pandemic。对，然后我们接收什么呢？孩子们可以提交散文、诗歌、小说，也可以提交摄影作品、绘画作品和雕塑的作品。然后也欢迎他们做录像和微电影和视频，对。然后有兴趣的孩子呢，可以把你们的作品，发到这个乔乔，就是乔.乔@imx.com。好，那今天我们就报告到这个地方，差不多7:42。哇，稍稍超了几分钟。对对对。那希望家长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线上讲座跟大家的分享，下个礼拜我们在6:30相见，谈私立大学最新的这些申请动向。好，谢谢雨思老师。谢谢校长魏老师。就是非常快的选择性的回答一下家长的问题，因为有家长在 chat 里面问到，UC 不要求 ICT 是不是只是今年？对，暂时只是说今年不要求 ICT， 明年还肯定不一定就是这样的情况。然后还有学生在问有没有可不可以 take SAT online， 这个应该都是就是这个应该暂时不会，因为他如果要 转成 online 的这种 SAT 考试的话，从技术层面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工作量太大，他不可能短期内转成 online 的考试的方法。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一次五月份的 AP 考试，大学理事会把它转成 online 的网考，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就是说因为大学肯定不会认可这些分数啊，第一网考45分钟，它的内容肯定不可能跟3.5小时的笔试相提并论。第二，因为是网考，学生之间都可以互相打电话通报讨论，那大家都可以讨论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所有人都考5分，那也就没意义了。所以就说他在这种不能保障质量的情况下做网考是毫无意义的，这个出来的分数大学也不会认可。所以就说家长还不用太担心短期内这个 SAT 也会变成网考啊，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大学理事会也不想做得太离谱，这个大学都不认可他的分数了，那他也赚不到这个钱。这一次他推行网考，实际上我们的旁边的人的观察也就是他就是不想退这个家长的注册费的这个钱，所以他还是乱七八糟的要把它考一次。所以就是说刚才家长问的那个问题，说是今年不要求 SAT 的分数，是今年就这样的还是以后也这样的？那我可以回答一下，就是说今年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对吧，是这样子的。是。那明年呢也不一定，他很有可能像以前UC 也宣布说不需要要求 SAT2 的分数，但是呢他申请表上面还是你有地方你可以填这个分数。对，它很有可能是这样子一个双重的标准，对吧？对，就像芝加哥大学其实已经2届前，对吧，前年就已经宣布不需要 ACT 的分数了，但是你周边一问，对吧，我们今年比如说一看这个被芝加哥大学录取的学生 ACT 的分数差不多都是34、35，甚至满分的都有好几个，那 SAT 的分数也一样，几乎一律都是1550以上，甚至考满分1600或者接近满分1590的。所以就说从学术竞争力来讲，其实芝加哥大学历年来就已经是前10学校里面要求最高的学校之一，它实际上是跟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相提并论，就是说 从学习的角度来讲，要求的比其他的藤校，比哈佛、斯坦福还要高的学校之一。好，李思老师还有别的问题吗？好的，应该就这样了。有位家长问，
九年级孩子拿哪些 AP 比较好？这个问题太深奥了。那个张校长的这个个人微信在这个屏幕上面，您可以扫一下张校长的微信，然后我们具体咨询一下。好，那就非常感谢各位家长今天也如实按时参加我们的线上讲座。那希望大家都在家要保持身体健康，勤洗手，勤消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谢谢校长，谢谢魏老师。好，谢谢于老师，谢谢大家，谢谢于老师，再见。